青城付费一高梦说为成都守，有一奇遇，相识有牺牲客成都，娶青城山寡妇，继而以故西归，年余复返，夫妻一聚而伤暴族，同生以而告官，官亦以夫有私，苦训之，横加酷略，足无辞，迭解上司，并少时情，边系玉帝，今有十日，后高叔有患病者，迎诣老医，是相言疾，医问之，具曰：腹间嘴否？问何说？出不言，皆再三。是曰：此处绕青城山有数村落，其中妇女多为蛇交，则生女兼会，阴中有物类蛇舌，至阴中时，则蛇或出，一入阴管，男子阳脱力死。高闻之骇，尚未深信。亦曰：此处有无老能内药，是妇欲荡，蛇自出，是否可以验见？高即入言，使扰治之，蛇果出，以石解，迭暴惧，上官皆如法验之，乃是负罪。